这个刚好你看到版号，这有版号，那你就画一个矩形啊。这简单的方法，这讲最简单的，这是最画的矩形。啊，如果你要连那个一体化起来，就可以。你要边边应该是3D嘛，哦，先画。哎，这点下来，但是3D一般，哎，这当然就会改版，大家改，大家用标尺的话来改就好。所以就还，哎，我先画的什么图呢？因为刚刚其实我刚才调一次。 这也可以去调整它哈，就是按这个键就可以改哈。好，那如果你图上画上知道说图值是对的时候，如果不对就拉痛点，去改变这图的大小就好，就那个改变大小。我现在说 copy 的话，我现在讲是copy，很快就copy一个这张图了哈。来，那接下来就圆圆到方圆到，你交不对啊，你就画圆。啊，这个孔是10mm的啊，我现在跟你偷偷讲它是10mm啊，所以你们就画。 从这个圆心左右位置画一个圆，好，啊，圆心不对没关系，大家可以改，反正你可以拉它改，啊，你可以点这个圆心啊，这样看，这个也可以移动位置啊，你看这个圆心还没固定起来，我们还没做叫做限制之前就可以拉动它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大概圆心的位置再画另外一个圆，就是五圈圈啊，这个也可以先画，大概就接近圆心就好了。 大概可以移动啊，不用急了。第二个，因为我太有经验的时候画就很准，这样太有经验的时候画就很准，因为这已经有了嘛。那这样就共用圆心。如果你发现这不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你们是拉着它会动的，你看，我可以移到，我可以跟它相切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画到这里，画3个圆，OK 啊。